第三十六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十八代摩提国人，姓玉头兰，父天盖，母方胜，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经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。有次殿内铜铃响，其师僧迦南提问尊者，是铃在响还是讽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哪？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寂静的。其师云：善哉善哉，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的剃度具戒受为一组成人。既曰：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蒙，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